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北京这头啊，现在正在阴着天啊，下的这个小毛毛雨啊。然后我刚看见这个天上啊，突然这个出现了一只神鹰啊。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个的鹰啊，尤其是在北京这块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北京呢，啊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这个鹰啊。我给大家再放大一点啊。从来啊，在北京这头啊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大个的鹰啊。这只神鹰呢，在这个高空盘旋啊。北京这头呢，现在正在下着这毛毛雨啊。没想到这儿有一只这个大鹰啊，跟这儿翱翔呢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啊，我这是华为 P20 Pro 啊，要是用现在的华为 P40 Pro 啊，能给大家放大这个啊50倍看啊，那更清晰啊。好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啊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个的鹰啊！啊，现在它逐渐飞走了啊，飞远了。好，那大家可能看到了啊，这只鹰呢很罕见啊。我这手机呢像素啊不够清晰啊，如果拿这个华为 P40 Pro 啊要拍出来啊，绝对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清晰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在北京见过这么大个的鹰吗？你们觉得这只鹰为什么在下雨天时候飞出来呢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。好，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。